贱男人，放这个放第一幕，贱男人。好的。Welcome back to my vlog。开箱。It's a plan。过。价格不用钱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。大家好，我是他的女朋友，他的女朋友，他的女朋友。OK， 今天呢就是期待已久的七夕情人节。期待已久，为什么期待 ？OK， 其实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25号也是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号码，对吧？啊，然后真的是不错一下了。你要持久吗？我很久没有拍 vlog 了。你不要讲话，你就讲一下。你拿给我绑安全套。现在要去哪里 ？OK， 现在我们要去上位 Big Box， 然后我怕塞车，所以我们要快点，因为每次去 Holy John 那一条路很啊塞的。所以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对，最重要是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对不起，我很久没拍影片，因为真的是最近的工作太忙了。在空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Q&A。对，然后等下我们会回答那少数的观众的那个。拜拜。OK， 现在我们要上路了。拜拜，上路。三位 Big Box 不要。对，我们现在到了上面 B-box 了。刚刚呢遇到一个很奇葩的事情，人家因为放不到东西要我们换 parking， 好不好笑？你讲东西换不到不会自己想办法，还有我们哦特地哦，你可不可以乐于助人一点？乐于助人，可是刚念的人是你，不是我，叫我这么这样子啊？那个人哦，真的是很奇怪的。我是很奇怪而已，我没有要骂他的意思。哎，不错哎，这个地方这天地不错，这样真是对得起天地良心。他是付钱的。嗨，女朋友。早安，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讲吗？七夕情人节有没有情人的快乐？对，然后记得要订阅、留言、按赞，不用留言啊，订阅、按赞也可以。订阅他的频道一下，他最近有开始在没有拍影片了。我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哎，还没有 scan 到。露肚脐的衣服，露肚腩 ，sorry。来啦！你干嘛？也是怕。乌鸦，你这么乌鸦？哎，不要。OK， 现在要来回答一下，刚刚我们在 IG 还 YouTube， 我放 YouTube 问，看有没有人看到你。可以来。OK， 第一个问题是谁先告白？肯定是我啊，然后可是他先主动。没有，我说我先主动。他先牵我的手吗？我没有，是你先牵，是他先了。OK， 是他先。好了，告白是我，可是不算不算告白啊？啊，也不都没有告白过，是过后才告白的。那种什么等一下我们 Q&A 的时候有讲过什么我喜欢你啊，还是什么，还是在过后才有啊？那还一样。哎，这里不会去吧？还在抹地了。哎呀，走。谁先喜欢谁？当然是他先喜欢你。他其实是在我们在一起的差不多两三个月后才开始对我有一点 feeling， 一点而已啊，还没有很多啊。到现在也是没有满的那一种。哇，还学我，这个人学我。嗨，小姐，你是谁的男朋友？哎，不，你是谁的女朋友？不知道哎，我一个人来这。我们可以回答下一个问题啊。来，接下来告白过程，是不是每个人问跟告白？这 OK， 告白的、就是、OK， 我背一次给你们看、啊来。来，看，放啊！你不是这样吗？然后我们就牵手，然后呢？可是我们还没在一起，这是在 Sutra Mall 的时候喽。我是牵他的手，走来走去，然后我就问他，这样，是我问你耶，是我问你耶，来在一起就在一起了啦，也别等那个什么告白了。Okay。
OK， 现在呢，我会中版权了。现在我们要去吃饭咯，去吃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元素时刻，我们要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吃饭了，因为有一个好吃的东西，要介绍给你们看。OK，Hello、okay,。哇，很多人。是吗？推荐一下，推荐一下，跟大家讲这里是哪里？它有元素时刻，在宿舍各位咸菜品，咸蛋鲍鱼菇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。我真的很想吃鲍鱼菇，太喜欢吃，然后我就想吃咸蛋。你翻掉下来了，哥哥，重讲。我很喜欢吃鲍鱼菇，又想吃鲍鱼菇，然后放在一起就是绝品，绝品。各位你们看，推荐推荐，这个人。居然去跟店员借了一顶针，还为了我要把他的卡的东西放进电脑。男人呢、啊？男人呢、啊？男人、啊。太粗了，太细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来到了第二天。三天 ，OK。第三天，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回答我们上次没有回答完的问题。哎、我们那天真的是因为可能有点赶时间，所以我们问题还没有问完。没有，那时候是因为肚子饿了。啊，对。然后。然后 OK， 现在问，接下来就是父母知道你们在一起之后的反应。来，你先讲你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妈妈是我在追她的时候，她就已经猜到了的，所以就不要紧，我妈一定是可以接受的。只要我们出来做工了，有能力了，不用跟妈妈讨钱了，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问题了。不要乱来哦。那时候我跟我家人去吃东西，早上的时候玩，然后过后要去做工，然后我爸爸就那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子的，我妈去叫东西吃，然后哥哥坐在我旁边，我爸坐在我对面，他讲阿兵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跟我讲到啊？然后就笑，然后就看着我哥就跟我讲。要问我，要看我，然后我就是咯，他讲 OK， 你们的东西我们管不着，如果是真的是好的，我们不用管哦，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就没有问题了。来你，我的话就是我很讲不出那时候跟我爸爸讲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车上啊，然后就跟我讲，我就跟我爸讲什么把我有男朋友之类的啦，这种话还是什么有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在 SDS， 是我因为那时候我爸爸知道了过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爸知道他就讲哦，像我要跟我爸讲啊，要不然等一下我最后还知道不好。然后我记得你讲的东西是，我记得你讲的东西你要在车上啊，对对对，然后你就跟你爸讲，爸我有男朋友，然后你就问你爸爸你觉得是谁，他讲。我朋友的孩子咯，是这样子，我可以找那个聊天机会。我以为是我讲哎、欸，是爸爸讲啊，爸爸讲哦，我记得。OK， 下一个啊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怎么样会走在一起？走在一起啊，就有一天我们在，你们怎么样认识的？我们在同两条链，然后走到同条链就走在一起哦。不要烦啦、啊，没有，我们怎样认识？我们是从以前到就是。来，可以给你们看一张照片。来看我那时的 Q&A 有解释哦，就是我们从小就认识到现在了。然后以前就是啊，我们是日久生情，可是我们的日和是很久才生情的那一种。对，就是我们应该是，其实讲认识的话，知道彼此应该是从妈妈肚子里面就知道，但是我们就认识几年了，但是有讲话聊天熟啊，是等到长大的时候啊，十多岁这样，我十多岁啊，他也是十多岁的时候才讲话啊，什么什么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在面对面讲话比较多嘞，就是有新年啊，然后七月什么讲话讲的比较多。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加油鼓励话，就非常谢谢你们，拜、okay. 拜。哎，还没有，我们进入一个业配先啊啦。
是的，这个衣服是有一个人帮忙，一个人一间店处的，然后它是出自于22世纪水族馆 ，22nd Century Aquarium， 然后你们也可以去他们 page， 他们是卖打架鱼的，然后那时候他们有找到我帮忙做一些设计的事情这样子，然后就帮他们设计这个衣服来卖咯，可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情况太忙了，就怎么之类的，所以没有什么人看见这个东西。所以那天我在这边想要帮忙卖一下这个东西，这是怎样讲也是我自己的作品。对 ，OK， 它是这件衣服，只有黑色，然后前面是 Meta Player， 就是打架鱼的爱好者，然后后面是有一条鱼缸，你们看到的样子。它一件衣服是35块一件 ，OK， 不包机费啊。如果你们真的有喜欢打架鱼，或者是有身边有喜欢打架鱼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分享给他们知道，有那么便宜又那么好看的一件衣服 ，OK。不要再等我。